自信，不必非保持少女才算标准美丽。抛开条条框框的游戏，我的剧情要自己来回忆。这就是 fire， 请不随意的 tire， 别定义，无可替代我的姿态。这就是爆品，天生女王的调性，别怀疑，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来一起 go go， 放肆的 show show， it's my time。绽放才最美，这就是 fire， 绝不随意的 tire， 别定义，无可替代我的姿态。这就是爆品，天生女王的调性，别怀疑，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来一起 go go， 放肆的 show show， it's my time。真的是女人们的骄傲，太棒了。你们是怎么样组成的这个团呢？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完全不相识的，然后我们也是因为一次抖音的活动，然后大家走在了一起，然后发现这么多辣妈，我们都有共同的爱好，还有共同的梦想。我们来到这个舞台是因为我们参加了蓝河绵羊奶粉了不起的妈妈挑战赛，所以才站到了这里。然后这一次其实也是我们第一次成为组合以后的第一次亮相。啊，第一次不是吧？是的。那你们成立多久呢？也就一个月。对对对。不是吧，我惊呆了。那你们看起来好有默契。对啊，其实我们平时排练也是云排练的形式，因为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城市。哇，我们会通过